们看一下同学，如果说哈水它有三态，固一气三态，那我们看得到的是液态和固态。水你看得到，冰你看得到，但是水蒸气我们是看不到的。所以如果说你看到天上的云，那云你是看得到的，它通常会有两态，液态和固态。那有没有气态的成分？有，但是那个我们是看不到的。有这个观念，这一题我们可以轻